是姚君，奴婢正是姚君。这镯子可是你的，这镯子正是皇上送给奴婢的。本宫陪嫁而来的刘嬷嬷被人杀了，手中握着你这只青玉手镯的碎片。奴婢，本宫想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奴婢根本就没有杀人。 也不知道这镯子为什么会在刘嬷嬷手中，那就是没人证明你不是凶手。妖，六喜，六喜可以证明的。太监，除了此人，可还有其他人为你作证？儿臣参见德妃娘娘。奴才参见德妃娘娘。八贝勒来了，请德妃娘娘明察，姚君绝不可能做杀人之事啊。娘娘，奴才是前一次所的六喜。 近日，姚君一直同奴才在一起，并不可能去杀人。以一个太监，姚君作为八贝勒的福晋，怎么会与你在一起？娘娘有所不知，奴才是同姚君一同进宫，在宫内，姚君姐对我一直照顾有加。一个太监的话不足为信，再说他们关系匪浅，为其包庇也很难说。 娘娘，娘娘根本不是这样的，请娘娘明察，奴婢真的没有杀人。本宫自会明察，来人将姚君押入大牢，待证据充足再审。姚君，姚君，姚君，姐，那就有劳德妃娘娘了，儿臣告退。奴才告退。 娘娘，茶给您泡好了。将这个包裹送给刘嬷嬷的家人，刘嬷嬷服侍了本宫一辈子，就当是本宫给她的补偿吧。是。去吧。把这个送过去。快去。好。娘娘已经吩咐好了。 妹妹，姐姐来了，快坐，看茶。是。姐姐今天来，可就是有话直说了。姐姐说，希望妹妹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姚君。毕竟这关系到八阿哥的婚事，你也不希望因此事惹怒了皇上吧？ 若是一般人，妹妹定会放人。但这刘嬷嬷
是随妹妹一同进宫的贴身侍婢，又服侍妹妹多年，妹妹也不能让其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人杀害呀。妹妹，姐姐放心，妹妹不会对未来的八福晋怎样的。若姐姐觉得姚君不是凶手，那姐姐就找出凶手，为姚君脱罪。妹妹既然话已至此，那姐姐就告辞了。姐姐，妹妹还有何事啊？若姐姐晚上有空，就到妹妹这儿来，妹妹带你去见个人。姐姐慢走啊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太子近日苦练，成效惊人哦。你就别恭维我了。今日如此谦虚，一点都不像你了。怎么？我之前很自大吗？你觉得呢？你干嘛？我怎么舍得打你？八贝勒，八弟，二哥，舒远，怎么了？不是快要成婚了吗？有什么事愁眉不展的？德妃娘娘的管事姑姑刘嬷嬷被杀了，姚君因为涉嫌杀人，被他们抓起来了。什么？我去放他出来。一人，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？我刚刚去母妃那儿，让她求德妃娘娘放了姚君，可她就是不放。别急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这太像了，姐姐可看出什么来了？只是好像见了某人似的。妹妹也觉得是。这简直不能让人相信，不是这个。嘘，我们出去说。忠贤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母妃，儿臣给母妃请安。胤嗣，你来了。母妃，此次前去德妃娘娘那儿，结果如何？事情难办了，如今证据不足，姚君可能还要关些时日。要关多久？待水落石出，自然会还他自由。母妃，儿臣告退。Thank you.
淑媛不是有意打扰，还望嬷嬷原谅。断令，刘嬷嬷跟随德妃娘娘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一个疑似放火的人，你为什么要放火？你为什么要杀淑媛？殿下，奴才并没有放火，奴才是冤枉的，奴才只是刚才经过停尸房，那火不是奴才放的。殿下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何要来停尸房？奴才是为了找些证据，给姚军翻案。可是听到房间有动静，奴才还没有进去，这房间就着火了。有人证吗？有人证吗？没有。来人，将此人关入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是。贵妃娘娘，你就是姚军的干弟弟吧？是，奴才就是。你也知道你姐姐是无辜的，但是现在你也在这大牢里，那你姐姐就再无翻身的可能了。娘娘这话什么意思？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姐姐是无罪的，但是她没有福分做八福晋了。还望娘娘明示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？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承担一切，为你姐姐脱罪，否则你们两个人都将遭到严惩。你也不愿意这样吧？本宫不要求你马上回答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走。娘，乖孩儿不孝。放我出去！人是我杀的，放我出去！
你告诉我，这不是书院。你告诉我，这不是书院。你告诉我。我比你更希望这不是书院。那你派人去找啊，找啊！我已经派人找遍了整个皇宫了，就是没有书院的踪迹啊。送给书院的，这是我送给书院的，是我送给他的戒指。书院，为什么？书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书院？我不信。这不是书院。这不是书院，书院，这不是书院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爷，梁公公来了。奴才给太子爷请安。太子爷，皇上宣您觐见。不见，不见，爷都不见。太子爷，皇上宣您觐见。出去吧。梁公公，要不然您去跟皇上说一下，奴才再劝劝太子。老爷，雍亲王来了。哦，年大人，老臣参见雍亲王。年大人，身体抱恙，不必多礼。雍亲王请。年大人请。雍亲王亲自拜访，老臣实乃荣幸之至啊。年大人，这个时候就不必说客套话了。本王今天前来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本王今天前来，就是为了把这封信交给您大人。这封信待本王走了之后，您大人再行差阅。
小女突遭不测，老臣实在不必伤心，不必难过，好好养身体。年兄现在在何处？哦，他听说他妹妹出事之后一直闷闷不乐，终日借酒浇愁。我去看看他。哦，恭送雍亲王。年大人，好好养身体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雍亲王，免礼，坐。雍亲王，悲剧。什么都不必说，全在酒里。多谢雍亲王。今日我到本尊的府上，给你的父亲送了一封信。信？什么信？稍晚一些你会看到，切记不可声张。重复一遍。不可声张。切记不可声张。切记不可声张。雍亲王。切记不可声张。情是分带一人，渐渐变路人。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，有缘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，爱过一抹红尘，花无成蝶，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尘，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痕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
有一身，情恨自多几分，一目认真，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，一目认真，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